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becca， 欢迎来到我的餐桌。酸酸甜甜的台式泡菜一向是我十分喜爱的开胃菜，尤其是搭配臭豆腐最对味了。夏天我很喜欢多做一些台式泡菜放冰箱，吃起来酸甜脆口，能让你胃口大开，而且做法非常简单，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做出酸甜好吃的台式泡菜哦。
如果我的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您不吝啬地帮我按个赞。你们的鼓励是我创作影片最大的动力。如有订阅，也请您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每周会有两部新的影片，你们将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诚心诚意为你们准备好的热腾腾的菜肴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